现在位置在三貂角，所以我们今天要骑的路线呢是东双塔。这一次的东双塔呢，人数还是一样八个人，原则上呢还是这些神经病，都没有变，都是这些人，多了一个小朋友。对，好，所以我们这次的题目我们把它定为亲子一日东双塔，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的路线，加油，对，加油，耶！现在九点，准时出发。今天呢，我们从三貂角出发，会经过宜兰，然后走台二线到苏澳的时候呢，走苏花，接着呢在花莲市转台十一，到寿卡的时候呢，转199线，从牡丹水库啊切出去车程，然后直奔鲁兰比。Every day when the sun rises, I feel love beating down my door. 他会跑到前面去，速度达到10级。我不晓得是不是让我们在苏花就下课。人家到40，你就补上去就40级啊！是东双海滨亲子游，对啊，今天是亲子游，轻轻松松，有氧气。冷笑伟。So many mixed emotions. It's like I finally noticed. 好，我们现在到南澳了，然后要放饭了。现在时间是12:21。好，吃热食是最爽的。吃便利商店好辛苦，还是吃热食好。好，现在要准备出南澳了，又开始下雨了。那边是天是亮的。希望只是局部雨而已，不会下整个下午。可能都是你带晒，什么我带晒？可是你出门都下。乱讲，是南澳很会下雨。刚刚在铁轨破街了。下雨天铁轨那个铁的部分完全是湿滑的，没有抓地力的，就直接入岛。啊，目前看起来就是破皮了，没什么事情。继续骑看看。I'm never gonna hold back being someone to lean on. I'll always be that two-way phone call when you need. When everything in life is getting harder to show. 刚刚雨下得够夸张的，像倒的一样。My heart
hearts been ripping wide open.To show it. Now my whole world's in motion. I feel like February. 变隧道，封好你的口鼻，避免吸入过多的脏空气。前进稳定的路线，不要忽左忽右，不要怕大车，你就能平安的通过隧道。我们这样也算走在书花改里面吧？书花改啊，这不算违规吧？应该没有吧？我们是机慢车。你可以右转了，你可以往东进进去了，你去就好了，再见。靠谱，你自己坐车回家。应该会直接冻死吧？买雨衣塞帽子吧。跟花莲之间，然后还有300多公里。现在进入花莲市区，时间已经快4点了，要在天黑之前看能不能通过牛山。牙齿好痛哦，吃太多巧克力。没办法，巧克力最方便的，已经吃7条了，受不了。好伟大呀，天暗下来了。看来天黑前要到牛山好像不太可能。现在距离封闭还有多远？30到40之间，5到40。那最起码要1个半小时。我们现在在这边算牛山，对吧？对，牛山。牛山从北往南，它坡形比较缓哦，而且感觉没有多。可是我上次从那个。南往北骑上来，我觉得哇，好陡，超级陡。现在天全黑了，能拍的地方就剩下隧道里面有光而已。我们现在位置在东河门市，然后现在时间11点，觉得时间有点紧迫，我们后面还票人，不晓得赶得上赶不上。东庄塔走台十一线这条路线，讲实在的。不是很好骑，对。你说听海的声音，我觉得你听了一个晚上的海，应该会崩溃吧？对啊，没你那么想象那么浪漫，对。就是夜骑，就是一直踩而已，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些，对，那些都是你自己产生的幻想，对。不要想太多，这种一日骑就是骑就对了。我们现在在台东市，然后已经12点快1点了。还没放宵夜了。嗯，现在目前距离鹅銮鼻还有133公里，那距离关门时间呢还有8小时。理论上应该是可以在时限内，就是时间限制内完成。应该你会吃饱了，不要想睡觉，应该就可以。我们来到寿卡了，5点，还没天亮，不过天空在飘着雨，应该天没那么快亮。看的时间应该是可以压线达成，这真的很累，超累的。然后这路线真的，我觉得是谁讲台十一很好骑的，胡说八道，难骑死。结束，打完，冲双卡，全场多少？465还是467嘞？很多，对啊，而且那个走台十一线哦，是
我觉得它就是海边的罗马公路，对，而且是罗马公路加强版。罗马公路全长差不多是35嘛，它是140几，然后我们这是玩好玩满，玩到23小时多，快24小时，真的超想睡觉，没办法，撑不下去。所以，对这个路线就是难度很高，然后危险性也蛮高的。那个桥的伸缩缝、施工的那种警示灯，再加上晚上想睡觉，你就会干出很多你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。所以能够活着回来是很值得庆祝的，很值得开心的。好了，我们要去找地方换洗了。如果喜欢影片，记得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我们下次见，拜。